为表彰已故头目吴德焕，毕生致力推动南势阿美族的文化，传授部落青年学子阿美技以及乐舞。原民会特别追颁了三等原住民族奖章，吉安乡长游淑珍也追颁了表扬状，感谢吴德焕在担任吉安乡原住民保留地图审委员，还有致力推动原住民文化传承工作的努力。南势阿美部落青年精彩的乐舞表演是吴德焕头目尽心教导的美丽成果。吴德焕毕生致力推广南势阿美传统文化，不仅做好部落的每一项事务，关怀每一位族人，他也肩负起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他终身的成就堪称是原住民的表率。看了他在任何场合，只要有文化、有记忆、有祭典、有族人重要的传承工作，都有他的影子，再加上华人国中的表演，更让人真的对他缅怀无穷。我深深感受到他的贡献，他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而且我们都觉得真的是上帝吸了他在世间的劳苦，但是虽然给他永恒的生命，也给我们无限的缅怀，但是他所留下来的更多必须我们继续努力做文化传承的工作。吴德焕头目意外离世，大家非常不舍，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流传。吴德焕头目在吉安担任18年的头目，9年的头目联谊会的总会长，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承担起部落的文化，更承担起所有部落事务推展以及到位的一个传承很重要的工作。感谢原民会今天特别协同我们吉安乡公所一起跟县政府来做这样的一个追班跟追思，我们希望这个追思会是承担起整个后续未来部落传承能够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更要延续无限吴德焕头目的爱以及关怀在部落。我们祝福我们的吴德焕头目能在主的惠福之下获得了很好的永生，也祝福我们所有部落的族人能够在他的庇佑之下圆满后续未来每一个部落的传承记忆跟我们的文化保留。原住民族委员会特别追颁三等原住民族奖章，吉安乡公所也颁证了感谢状。对于吴德焕头目的奉献，所有族人感念在心，虽然不舍，但也期许后代族人能够延续他的精神，继续推展原住民传统文化。谢瑞慧吉安乡报道。